对中国有句话叫"照猫画虎"，照猫画虎，哎，什么意思？厉害，什么都会说。
就是你们大概按这个样子来完成自己的生活的愿望，来，请，让我们请康老师给大家指导一下，好不好？然后啊，对了，每一位你们写完你们的作品以后，不要忘了再落款签上你们的名字，是你们的用毛笔签名啊。签名可以写，少女时代最好写少女时代。 如果能写，你少女时代最好写少女时代，也可以自由发挥了，没问题，好吗？好。哦，他们戴上套袖，穿上围裙的样子，好可爱啊！正所谓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。今天是上得舞台，下得书房。少女时代将在现场美人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一幅书法作品。 第一次来到中国进行 fan party， 要用中国的国粹跟各位粉丝进行交流。你们要注意的是，拿好你们自己手里的票根，一会儿我们在现场会用抽奖的方式把八幅作品送给各位。好，各位准备好可以下笔了。我们看谁先看到 Sunny， 感觉一定要开始 go，get it，just get it。 紧张吗？有点紧张吗？加油！不要快上！感觉让他们写字比唱歌还紧张的样子。好凶，好谁？好。太爷还在打草稿的感觉。还好吧你。OK。 好广哎，哎，你写的个小哎，少了一撇啊！对对对对，哎，这边进展很快啊，少女，这边少女已经出来了。哦，这边少，哎，这个好，这个不错哎，在家有偷练的感觉，但是你没有地方，没有地方。 开始有样子了哦，那边那个是，这是哪个窗口？Hello，English， you wanna write English？ My Chinese characters are really poor. Sorry, guys, I'm terrible. So, what? You write it. I write it. That'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. Okay. I'm trying. 我这边，我们好像第一位已经写完了哦。 来，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签名，签名 ，signature。大家慢慢的都开始有点样子了啊。说实话，就目前我看上去，每一个字我都是认得出来的，这还挺重要的。 Signature，Signature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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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ignature
那么这个先入为主，我们就选第一个了，数学。